现在艺人都有经纪约，就是会被抽，被经纪分红掉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们公司养够够够了，以后我们就不你们在紧急抽佣之后，其实那个收入有真的都很少很多倍吗？就是我们，我觉得其实我们有一个 agent， 然后再有一个经纪人帮我们接，然后经纪人已经抽了一笔，对啊，所以已经是抽了很多手，而且其实我们不知道那个 agent， 他可能是接到比一个180,000的数目，他跟我们说其实这个数目只是580,000，他只是告诉我们580,000然后再抽，其实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了一个价钱，然后他们就去扣，可是他们扣的是就会被经纪人跟你抽掉一个，对，所以可能经纪人会比我们更好赚。这个也是一件好事，就是说如果经纪人觉得他好赚的话，他会帮你做更多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我拿够我自己的数目就 OK， 让你想要赚多一点，可是有的时候会就变成我自己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字，就是好像变，可是我觉得还好啊，因为我们人还是会可以